我们登岛去挑水坑了，开船开了一个半小时，走。我们现在已经登陆这个无人岛了，看它像不像那个爱马仕皮带？看这个，像不像 H？ 看，那中间有一条水沟，这两个水坑中间由这个水沟然后连通的，这边有石子，这边大概也有个石子这样子。会比较深一点，那这边就是外面就是大海，水往那边排。好，现在废话不说了，赶紧开搞吧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你看，外面的海水很蓝。这个水坑的话，像不像一个人的肾？人的两个肾，左肾右肾。哇哇哇！看到没有？脚啊！哇，这么大！这个有个两斤啊，两斤多。可以，这一条直接就直飞今天的油钱了。哎呀，很大！哇，这边有货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跑往那里跑！哇，珍珠蚌，哇，没关系吗？很刺激啊！哇 ，good boy！ 哇，石头缝底下看到没有？哇，有货！哇，我在这边思考人生啊！哇，哎呦，大钳子！哇，你要什么话，兄弟？在思考人生吗？哎，第一次抓到这么大的青蟹啊，可能有个一斤半这样子吧。哦，对比一下，手掌都没它这么大。这个钳子，这咬一口会要人命的。Good boy。我在这里。哇，又来一只包公，开封包青天，康普龙包开封。我看那边，我看他什么东西钻进去是？在这里啊！哎，对对对，这里，石头蟹，大的，哇，这还有一个，这个。一十八啊！那个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哎，看，躲在这个土里面。哇，青蟹！哎呦，断了一只脚了，杨过。躲在土里面，差点都弄不出来。不要是青蟹了啊！哇，这个哇，有个很大的螺，哇，好大，哇，第一次抓到椰子螺，好大，哎呦，哇，好危险啊，哇，这青蟹，哎呦，还有一个。先把鱼抓一遍，我猫砂，这么大的猫砂不错。哇，这青蟹很难制服啊！你看，很凶，这个有个七八两吧。哟，猫砂跑了，这个大概有个四五两了，可以的，不错。
你夹吧。都懵逼了，那看一下收获吧。走，满满的两大桶。今天又是大丰收的一天啊！啊，一啊，看一下。把你章鱼出来就算了哈。哇，今天这个大三只大金鸡至少可以卖个四五百块。哎，哦，你不是害羞吗？不是还是跑出来给大家亮个相的吗？来 ，say hello。哇，今天这么多鱼货加起来卖个六七百，应该没问题。哇，今天赶紧奥克，咖啡咖喱的，拉拉。这个大金鸡已经很大了，我直接把。小金鸡的脚给脚断掉了，看一下，哎，西班，包工，还有这个椰子螺，这个很美味啊，晚上把它吃掉。这个小可爱。大的哈，这么大就可以了。这么说，这金蟹脚断了好几只，可惜了，那就可以卖个好价钱。那先回去吧。那我们昨天那个就是其他鱼货都已经当天到晚上已经卖掉了，然后太晚了就没看。这个大金蟹，粉丝这边有一些说有的话留给他，我们要确认一下收入，然后给他寄回去。一斤三六哈，啊，那这条的话大概就是200多块钱吧。你看这个钳子比它的那个身体还大，这大钳子。嗯。啊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边哈，看下的朋友们加个关注点个赞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这还没有吧？